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。可惜天地难分明，可惜天地难分明。若有真圣鬼谷子，若有真圣鬼谷子。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，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，下午这一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巫相和文相啊。巫相可以改，文相更可以改啊。本法门的强相改文相，文相就有如一部电视机，房子啊就有如电视机，房屋有如电视机，文相就是天线。啊，天象、天线啊，随着频率而改，频道而立象；随着啊望山、望向、望运而立象。电视机啊，现在开的没有关系，只要天线你把它方向用对了，都会平安。啊，曾经啊，咱有一位老信徒，啊，他的是一房子他盖一栋很漂亮的房子，里面的设备你们看法官到我们家去，里面所有的装潢都很高档，但是家里住了不平安啊。有一天他到宣佛寺来啊，很苦恼的说：“老师啊，我房子盖好以后搬进去，孩子不乖，儿子与媳妇每天吵架啊，女儿回来就是要兴师问罪，老婆每天呢凶巴巴的，压迄个造害。”嘿嘿嘿，炒菜啊，真是啊，讲我那么你提啥？啊，你提点瓜？不对啊，师傅你也知，你有用过用？我无啦，我要是看你做鱼就安尼啊。哎呦，唔知要安怎啦哈？我你的厝一定问题。走，我就到他家里去看了，去看了，结果啊，房子很漂亮，加这栋盖了三楼，接了二楼，
啊，俄罗斯上面这里呢，尖尖的古堡型，虎抬头，那怎么办？我爱要修啊，你也识个呢？我都看西洋式，人安尼作祟个，人红帽都无冤家呐，阮家会冤家。你也无去人家住，你也知无冤家。哦，囡仔，那也歹，歹个死无人。啊，所以家内乱糟糟。啊，我问讲，玻璃开一条子好无？伊伊诶诶，因为若有好个人。咱要甲报伊开钱，伊也叫师傅要甲学西，也叫师傅要甲卡油。我若安尼好啦，无要紧啦，你要继续搁带。你若有需要，有一天再过来找我。好啦，我就走啊。啊，走下来伊嘛是真不高兴，哎，连我的油钱钱。红包嘛无包花，啊！我车开咧，我就回来啊！啊，回来呢？啊，经过三四天，伊就又到新博士，佫找我。我老师歹势，我红包袂去包乎你，我叫包交来去，我也无都卖呢。啊！我想通啊！啊！你要叫我开钱，我叫我你要叫我摕偌济红包啊！我红包我无需要，我唔是欠红包啊！我是欠家家户户的平安安尼尔。啊！再问我怎么办？我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人要转爱有智慧，叫我都转。好，那么我就讲，你把门改过来，阿家就做堂门安尼多啊，门进来，安尼来，接着两边家头，阿、啊、你家你这栋做主体，门改这样像这样来，啊，花一点钱，我是玻璃开，爱开钱开家。啊！你有钱人，拢做预防先生，因为先生若请来，第一厝听风水教，教阿俩。啊，厝拆，风水教起来，啊，鸟仔掠，啊，抬鸡啊，抬抬，食食吧，啊，这才好讲，酒啉啉的。哦，你别烦恼，啊，我收到人，未去甲你开遐啦，甲你解解就好啊。问我爱红包偌济，你今日就把红包来花，安尼就好，红纸我就好啊啦，我紧啦，你若平安。啊，我就感觉足欢喜啊啦！啊，伊等于改改咧，啊，就去请人开，我看如何改啊？迄、那个改相，孟正金处新娘改相啊，改了，囡仔乖落啊，阿婆阿平安落啊，啊，那么伊就好过日啊啦。啊！你袂使咧怪某，袂使咧怪囝，怪你家己无智慧。啊！所以一个建筑师，我常常挨骂，我恁着较好心咧。哦，爱学个好，那学无好咧，害死人，因果你家咧负责。啊！所以咱在这里暑期，啊，那咧一个月建筑风水。啊，一班呢，8月1号开始的学院，
要开课啊！啊，同学你的囡啊，那读大学建筑系，庭院景观呢，室内装潢呢，啊，拢会使报名。我们不收所谓收学费，啊，收到以后，互恁设计，拢平安，安尼就是上大的功德啊啦。好，啊，这就是门向可以改，房子免盖。啊，咱这个先生，我老师，我有请别个先生来看，叫我这间厝爱甲这青木管甲关过啊，青木管要阁关过，甲关嘛是好丫头。哦，那迄关过，迄开两三百万呢。啊，我保养都开免五万块嘞。啊，所以佮加上伊个本身，啊，拢爱美丽，啊，佮要开十外万，解决啦。啊，这就是替天行道，代天巡守世间。啊，所以有一个书，有一间宫，啊，迄个咱的王爷，啊，伊呢，啊，甲伊讲，恁爱去找王禅师祖，那无就去找云观禅师。啊，你讲伊要平安，爱去找，啊，伊呢委员感觉足纳闷的，啊，讲你都大神大道啊。啊！你指示就好啊！王爷甲伊讲，这毋是我的权限，毋是伊的权限，哦，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。啊，才走来找我，啊，找我呢？我哎呦，恁这起一间宫，一间庙，起一个形，啊，四不像。啊，神嘛带袂调，啊神啊来，降机来讲讲咧，伊就走啊嘛。啊，所以即间宫，我甲讲恁若要改，啊伊照啊较正统的宫庙的改法，啊起法，啊改小修就好了。啊，所以，迄种后第二先生，啊，不以为然，就讲啊，这个庙咧，这，啊，我来服务就好啊啦，免迄个，迄大头啊来服务啦，师傅出名伫大头啦，啊，人家叫大头啊，大头啊啦，包括我做兵的时，啊，人拢家叫大头啊，因为我。做兵三天无无啊好滴啊，我着人怎啊叫大头啊？三年拢啊叫大头叫掉诶，啊大头人都戆嘛，啊人都戆戆啊，啊我名我老爸也好多戆啊，吼哎啊咱遐我那做兵的同事呢，啊拢啊叫戆啊，啊大头戆啊。大头王啊，都大头王啊，大头王啊！啊，我讲王王有福啦，有福就好啊啦，嘿，好、哦，咱正心正念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学道的过程，啊，咱的第一次我拜访胡老先生，啊，做书的时，一看到我讲，嗯，这位大头来哦，我嘛唔知我大头真正遐尼大。我跟你照镜拢无感觉大，哈，拢恁若跟你做伙徛做伙，就感觉头较大。啊，那胡老先生的，伊甲讲一句话讲，张先生，你的头遐大，吼、哦，你的可能内底，闹嘴真济，吼、哦，你爱加学卦，加学卦，可以帮助真济人。啊，这句话我就无感觉啥。啊，那即马只
感觉发生真正我头有较大是叔叔啊，啊头大头啊，要跌啥就尽量跌，跌跌呢倒出来才会坐。我倒啊，互恁坐啊，少坐吼。拜托恁都爱信我话。啊，好啦，这里改文相。啊，所以改文文相，这是上圣的功夫。啊，改文相立马一定爱符合着，悬空法。啊，天地不交，天缘不交地缘，天地不交，啊啊，天兼地可兼三分，是三爻，啊，你们立相爱要注意耶，哎，啊，可兼三分三爻。偏东偏西，啊，天兼地，啊，可以兼三分，那超过三分，就是天地不交啊。好，比如子任子魁，啊，任子魁。啊，这个呢，子兼任三爻三格，啊，子，啊，你若经过任，啊，任中间可用。任甲子的中间，接着是灰客，灰火坑，火坑入水三分，入水七分，最少有三分，上济是七分到八分，啊，这就是天地不交。绝子绝孙爱注意，我曾经看过真济风水，天地不交哎，绝子绝孙，未生，啊，那有子孙有生，饲未起来，那无就歹囝弄东。哦，这是真恐怖的代志，所以天地相交，干那什么所在可以用？道场可以用，道场，谁样的道场可以用？道场也无要搁生囝啦，啊，生囝拢伫恁道先生家来遮修行就好啊。所以道场叫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天地不交的立相啊，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是道场的一真实意。啊，听有无？啊，那公司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爱保持的。啊，徛家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哎，冤家弄东，一家乱糟糟，
啊，接着立相的基本原则。啊，今天我给恁上课，啊，所上的课，我嘛要用在咱的私训班，啊，播给他们来复习。啊，你只有把所有的贯穿起来，你们的短暂的一年之间的时间牺牲一点，啊，你们以后未来千秋万世，啊，可以普利人天了啦，啊，所以咱要徛向，啊，的原则一定爱给你。啊，这子是天缘、人缘、天缘、地缘。干了天缘兼地缘，啊，过来三分以内会使哩，三分以外去哩，就天地不交啊。啊，那么在立相任的中间一半，中间一半，我这边过来。啊，这人脸，地可兼人，可以兼，干那地不可兼天，啊天可兼人，这边拢可以，啊这拢可以，啊这呢是一个要领，但是耶，同学们要真注意，现在建筑。天啊，足济，天啊，真济呢！啊，你咁样牛呢？嗯，奇怪，安呢？等下我这边个牛又不一样啊！干那前一手后一手，迄个差两三度嘛有啊！啊，那迄个按咱伫厝外来牛，啊，比如讲。啊！你要留这个厝的方向，啊！你无厝的所在，留这个牛过来，接袂去磁场去哦，有叮当的。你若带来这只牛，啊，磁场啊较强，你的角度会偏你，哈、啊，这嘛一样。反正有天的所在，咱尽量先发边嘞。向到边呢，伫以外延长线，啊、哦、来牛，你都可以很正确的知影对与不对，往温还是不往温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，伊嘛咧研究地理，啊，都惊马龙旁掉咧，啊，有一天咧。去共看厝，啊看厝咧，去着惊着，落街，尖会走，尖一笑，安尼后一笑，安尼一直笑，话讲有鬼，有鬼，有鬼，拼咧弄，啊走到先有事，很老实啊，我旁落街。唔捌去拄到鬼，我去某人因家，我拄到鬼呢。是安怎讲？我落去藏咧，啊，会死。吼、哦，落出尊天仙会占，会死。啊，我退后后经嘛会死，鬼经感觉那像有鬼毛毛的。我唔是已经出涂骹。嘛是拢白体啊，壁嘛白体啊的，所以你的牛出场，你会受到干扰。
所以咱要共娘厝，会记哩，咱袂用讲伫厝内底拼到甲堵咧，堵哦，你只个什么向，哎偏几度，结果咧，啊这四不像，安尼，本来都安尼方方正正就好啊，啊你都落去在压咧，爱坐什么山，结果咧就是。啊，墙上有磁场，铁，啊，你的磁针，你就袂准啦，啊，袂准，啊，你就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对对对，结果坐咧歪一边，四不像，啊，这是咱爱注意的，啊，因为我做测量诶，我对方位很敏感，啊。尤其大地测量，迄个咧，古早的地理，甲即卖地理，啊，伊迄个蒙白，啊，古早坐的，甲即卖往往拢会差一度两度，因为地球轴线伊会转动，哦，磁力线会变化，啊，所以因为磁力线。伊是安尼弯安落来，安尼弯呢，哦，啊，磁力线唔是安尼，啊，安尼弯呢，内底很细微的安尼一片，所以你想验啊检查过往的事，啊，你莫啊安尼方向唔对，你爱注意。啊！你爱去研究，伊是属于叨一个法门，很难有着。啊，伊就有个立项，伊就按照地脉的纹路，地脉的纹路啊，所以咱的法门一定爱把穴位开了，涂骹有迄个纹路，啊，叫纹路来立项。那是大环世界的啊，挖开来里面有地脉，地脉来立相，啊，立相又刚刚好，地水师是第三爻，偏三分，啊，酉金兼庚三分三爻，啊，都多好，迄地脉也磁力线就是安尼。我在五六年前，啊去咱的二界郑财力，伊的阿公的风水，啊去甲看的时啊，啊点这个穴，啊旁边有一门风水，哇哦，这门风水足高干的，啊这地理师足好的，啊伊用地脉立相。啊，外表以一般的方向，啊，三年九运为立相，事实上，伊内底的棺木风水的相呢，是按照地脉，啊，迄个呢，都有一个口诀，啊，我再实说讲给恁听者，啊，恁个记起来，阿伯恁就知，1649。好开门，啊！1649好开门，啊！内分金，外分金。1649好开门，16共中为水，49为油为金，金生水，金生水，啊，让墓碑方向。碑向
杯像为四或是九，啊，内部棺木就做一六，好，这以后有机会我会一一的现场解释给各位了解。啊，这几都是谢子华天机密。讲到这呢，我好无落雨啊，那点的，哈，无啦，无变变变，有呀，无爱互恁听迄款啦，啊啦啦叫我互恁听，啊，这以后我会告诉各位1649好开门，啊，这就是。一个口诀，哈，立相的方法，哈，好了，我再来为各位谈巫相与文相，啊，巫相的祭奠啊，文相就是外延。好，巫相是平安。好，能够巫相合三元，啊，文相也合三元，啊，内外叫做一气。仪器啊，内外仪器啊，三元观一，啊，内外仪器啊，假设是内是甲。肩毛夹肩毛啊，这夹肩毛啊，这内部立马爱夹肩毛。只有三分可以尔，加减帽四分去，就是火坑啊！我的祖坟啊，两门风水，我的福分得无够，啊，拢去红砍做加减帽。加减帽个1864是过来看，雷火风，哦，很好的卦。结果呢，天地不交。所以内底入水七分，家内乱糟糟，啊，这就是风水学，啊，这其实邱志堂，啊，咱的祖师，伊所学的法门，也是老祖所传的法门。后来。我就跟三年金丹法门理工主义祖师说学的时候，伊咪讲天地不能不能交，天地一交啊会有灾祸，哎，正道了，
啊，到唐公李属于唐正一嘛，一直强调奸相爱注意，啊，天地不交会害死人，所以有这一点，我做一个结论：天地不交，啊，天人可以交，人与地可以交，安尼尔。所有的这简单，可惜江湖上这方面无了解的真多，啊，拢共看唔到的嘛，足些。莫怪社会这么乱，世间苦哀哀会这么多。啊，迄嘛也许是个人的业报，啊，个人的因果。啊，福分无够，自然你会去看迄方向。啊，这点呢，啊，咱家己爱注意。嘿，我们要把好的，啊，传给大家。所以唐国，咱的祖师唐正一，啊，咱的祖师李属义，咱若要爱看风水，拢爱伫伊的厝。啊，有诶，九天玄女，啊是附近诶庙，啊去拜有三杯，闹三杯，伊则去甲看，若无伊歪甲看。哦，所以第一次，我要请唐师公，啊去厝甲看我厝诶风水诶事，啊伊厝，啊拜诶祖师甲神龙在代地。哦，要跋杯，我喘咧等，啊，结果连续有三杯，啊，唐师公甲讲一句，我看你还是很善良，神还是同情你，啊，所以他就从永和去到阮中寮，啊，去甲阮看阮家的风水，我也很感恩。啊，李老师，啊，伊来爱我宣誓，这么教我，啊，伫九天玄女诶面头前爱宣誓，宣誓咧，啊，第一不可以危害国家的公共安全利益，啊，第二没有血的不能点。啊，第三不能诈财骗色，第四啊不能替人点错的房子，到第九我看了我都不敢念啊，我跪在那跪多久呢，念嘛没有关系嘛，念嘛。来第三呢，拜师黄金四十两，哦，六十五年过那耳朵为黄金四十两哎，没有关系嘛，你那嘛可以分期付款嘛，啊，那贵了呀，背不起来呀，啊，那像我的大师兄，啊，七十四年，啊，七十三年，啊，我爱我去引导，啊去。在那个新威面头前，啊，那么地官大帝面头前，伊个爷来讲，老师你坐咧嘿，我坐咧哦，一时伊种跪咧，啊，唔起来啊，讲老师，你爱把法传出来，爱多传出来，你爱收地主，收我做地主。啊，我无够资格，互你做地主。啊，而且你阁比我较济岁，啊，你阁收比我较好。我唔是安尼，好，我问地官大帝，讲是爱个啊拜个为师。啊，我你起来啦，你也无答应，我无爱起来。
阿甲，我去跪九天的立面头前，啊，我那四十两无答应，袂当背起来，完全不同样的时代，殊途同归啦。所以啊，李老师，不要讲你可以分期付款啦。哦，我这我们要硬着头皮，既然要学多啊，黄金四十两，民国六十五年，当时的四十两就是四十一万呢。啊，所以到了呢，我啊要收你做徒弟时，啊，我唔敢跟你开嘴讲黄金四十两诶。啊，我呢呐。500块、800块，我通食饭有油钱，我就真好安尼。安尼有确信无？安尼无确信，拜托你来学好诶。哦，啊，正式拜师以后，我坚持我的原则，无黑我袂用点。啊，有利于国家的，我一定会做。不利于众生的，我一定一概拒绝。啊，干那一项，啊，恁要找我，恁万无甲老祖抱三个杯，啊，我就啊好先去看看咧，慈悲为怀嘛，啊，大家有缘嘛，啊，但是咧，我们就不要太过于啊不珍惜妙法。啊，今天呢，我把这一些传给各位，啊，也是比较笼统，但是呢，这各位东西必须要知下的法则。啊，今天课程到这，我们就一个段落，下个礼拜继续，大家一起共修，祝福各位，阿弥陀佛。